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一只叫做保时捷演绎。那我很喜欢它，是因为它在卸妆的同时就可以把脸洗得很干净。它是一体状的，所以我会用这个泡泡瓶把它装在泡泡瓶里面，方便我来使用。现在我就来卸妆给大家看。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装过来泡泡瓶里面。我们把那个挤在上面。为什么要挤在上面呢？因为我有画睫毛跟内眼线的部分。那我们要先让我们的底妆，就是让我们的彩妆溶解。那我会把它敷在眼睛的部分。